只有六次哎，所以我可以保底一次，但不一定会出火龙。不行，你要帮我集气一下，至少让我出一只火龙。六次啊，第一次啊，走。但是火龙要出两个，因为它要收集三个才可以开启。出，哎，无悔的灰烬，正常发挥中，不要这样。我记得我玩那个航海的时候很欧，好不好？第二次。我是希望中间出一个啦，因为它还有一个保底，还可以再捞一个。有人打电话给我，呐喊之剑，还有四次。哇！我的火龙，王者之阵，欸，我是不是可以换账号了？这也太惨了吧！还有三次。金色啊，我的金色嘞！龙牙淬毒，要看我能不能抽到我想要的。也不一定啊，如果他的石头好存的话，我可以继续存，继续抽。就。好玩就好，最后两次，要不然就是再养一个好奇来抽。欸，太惨了吧！欸，出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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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克制的项圈，剩一个，双蛋黄双蛋黄，后面再来。再一个，没有，出了，偷改一下，最后两次，我只要抽到这个就有了。应该是吧，我记得火龙它必须要抽满三个才可以有。对啊，要抽满三个，看最后两次，让我捞到吧。但是它保底没了，看看我能不能继续玩下去，就看这两抽了。走啦。指南针，哎，出了！他叫我继续玩下去。燕之心，60抽出货，他叫我继续播下去啊！什么叫不好看？出货才好看，好不好？你们这些都是七大死因的。你看，火龙来了！你们只想看人家七大死因，
好啊，那我这个号可以玩下去了。